好，那我们看到去年呢，其实各大行库点名的2023年五大科技产业，包括了消费型电子啊，包括了 DRAM 啊 ，LED IC 设计，现在说出现曙光了耶。那我说这七大产业，很多人跳出来说，我们现在没有很惨喽，吼，现在这个曾经也是股民的痛，但说现在是有曙光，不会再那么惨喽。这个时间点，产业真的落底了吗？真的可以进场操作了吗？好，那么刚才讲到这个，庆怡讲到这个，就是这边呢。这个报纸有登载，媒体有报道的哈，就是科技大佬看未来景气，哇，每一个都看好，好，没有人不看坏的哈。那当然这是一定的嘛。你如果问我说，你们家小孩好不好，我一定讲他非常好，这是不可，这个毋庸置疑的。那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嘛？好，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了。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哈，做个记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呢，我们是认为说哈，这个像是以晶圆代工来讲的话，那晶圆代工的这个代表公司是台积电嘛？那台积电呢，它库存已经这个修正了，告一个段落了哈。六月份呢，这个 iPhone 的这个新机的这个订单呢，要开始拉货了。所以呢，这档股票呢，我们当然这个还是认为说，大家可以这个逢低注意一下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哈？那第二个呢，记忆体的微刚呢，它的表示说，这个没有问题啦，非常好啦哈。可是呢，我们是认为说，消费性电子产品呢，哈，带动拉货回升了。可是回升力道有限，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呢，是不是真的已经回春了哈？那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哈。那至于说华邦电来讲的话呢，它维持一个低档低价动率的这个位置哈，那库存的金额呢还是在持续下降之中，那是不是已经见底了？还要再有待观察。所以呢，它这个股我们是比较建议了，如果的股价拉回来再考虑是不是要买，不是拉回就买，而是考虑要不要买哈。那再过来面板的方面呢，面板大概就不太有太大的问题了哈，因为面板的价格呢，像现在已经开始在继续的在涨，而且预计是第三季会比第二季还要再继续成长，所以呢，可以呢，我觉得说拉回来可以做个少量的布局来试试看哈。那至于说像是这个 IC 设计呢，当然就以联发科为主了哈，它是 IC 设计的这个龙头嘛哈。那所以可是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第一个手机的 AP 的竞争力呢，这个竞争力非常的强哦，非常的这个沉重。那至于说呢，产业的情况呢，也还其实没有明显好转，尤其是中国大陆的，大家估计呢，中国大陆这个手机市场呢，哈，这个销售额今年呢，大概不会太乐观哈。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观望一下。至于说大力光来讲的话，大力光呢，它这一点哈，这个今年的这个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于说，苹果可能 iPhone 15可能会推出潜望式的镜头。那如果是他推出潜望式镜头的话，那其他家有可能会跟进。那对于大力光来讲是件好事哈，所以呢，这档股票倒是可以逢低注意一下。至于说 PC 方面来讲的话，宏基它是代表嘛哈，可是PC 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的需求终端需求还是很弱了哈。那所以短线呢涨幅又很大了，我觉得还是观望一下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这个端午节假期，那很多人会这个包括今年操盘手会来了启动第二季的这个季底做账，这时候的标的又有什么样建议呢？有那个以这个季底做账，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讲，就是我的预估今年会不会有这个，就是这一季了，第二季会不会有季底做账？我觉得困难度很高哎，为什么困难度很高呢？因为马上接下来是这个端午假期。但端午假期呢，会有一个重点在哪里？在于说，在这个端午连假之前的三天，连假前三天到五天，那个卖压会非常重，尤其是中小型的股票卖压会非常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丙种要结账，那丙种之间要结账的话，他们所掌握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股票，那本土法人呢，他们的持有的股票也大部分是要做账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股票，所以呢，压力会比较重一点。我反而认为呢，今年这个第二季的这个结账卖股票的可能性反而比较大。那至于说哈，我的预测对不对呢？哈，我们可以看一档指标股，就是1605的华新，啊，为什么说华新呢？其实你去看哈，在过去这些年以来哈，这即使还在焦师傅还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尤其明显，华新就是集团股会不会做账的领头羊。今天如果华新呢开始涨一大波的话，那大家都会后面的这个集团股全部都跟着做账，甚至于包括投信都会跟着做账。可是呢，当华新它的走势呢不理想的时候，
大家呢都偃兵息鼓，大家都不敢动哈。那大家看一下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其实华兴的走势相对的疲弱。你说他现在要开始急拉起来做账嘛，好像也不太可能。所以我对于今年的这个季底做账哈，是看法是比较保守一点。你是连美债都不要，债券你也不要？对，美债我也不想要。我们刚刚看一个这个，补充一下，就00878的走势。这个因为00878是它是2020年成立，可是它追踪的指数是落后台湾 MSCI 台湾加权指数。我们看到大盘是在橘色的线，可是呢，这种878它是蓝色的线。你即便考虑配息还原，总报酬也是落后的。我们可以看它年化报酬率的幅度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成立以来878追踪的指数不到4%，可是这种大盘型的是高达快7%的。好，我们回来看债券。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这种存债的看法？因为大部分这种很多人主张存债是为了什么？有些部分是锁利，跟什么可以赚那个价差，进可攻退可守。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债券的报酬跟它本身到期殖利率的走势关系。我们可以看，的确哦，你十年来说你初始殖利率是多少，跟你往后十年的报酬率是非常亦步亦趋的，相关性高达0.92。可是就短期来说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短期这个局限是什么？一年债那种长十年期公债，它一年的报酬走势，跟它当初的蓝线这种初始殖利率是差异非常巨大的。所以你存这种债券，还是有面临短期的那个价格的波动风险。你是不是那种非常保本的商品？以长债来说的话 ，OK， 好，最后点时间，永麟哥给大家一些建议，好不好？万七的这个攻防战。OK， 好，那我会比较建议呢，大概在17400点以上的话呢，可能要做一些获利调节的动作哈。那可是拉回来呢，如果16800不破的话呢，那逢低这个回补一些股票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。OK， 好，就是逢低的话，有一些股票，哪一类股？我这样举例来说好了，像是一些像是这个 Tesla 的充电桩的概念股啊，因为它现在呢，这个福特跟通用汽车都要用它的充电桩了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 AI 概念股，应该还是可以继续观察的。